到现在也没联系我，他们该着急坏了吧？这些唠叨鬼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是郭思琪，快帮我！郭思琪，郭思琪，海丽！哦，怎么回事？昨晚邮件回去的路上，突然发现小乔不见了。现在过河太危险了，去附近山中小屋躲避一下，等暴风刮过后再来吧。郭思婷，怎么回事？我再也走不动了。不行，我们得赶紧进去，这样下去会被大风卷走的。可是我的身体不听使唤，快没电了。郭思婷，打起精神来！哎，不行，我得马上去找个应急充电器来。你等着我，郭思婷，我去去就来。拜托，赶紧回个信儿啊！小娟，还是没有海丽的消息吗？没有 ，Polly， 还是没有联系上她。风势变得越来越强了，小娟，看来我得出去找一下海丽。自己去太危险，我跟你去。朋友们，我理解你们的心情，但是他把无线电关掉了，你们知道他在哪里，就说去找他。我认为再等等吧。是海丽，在布鲁姆斯森林里。海丽，你在那干什么？出大事了，小娟！出什么事儿了？沃斯提现在一点电量也没了，被困在山中小屋了。我正在寻找有应急充电器的避难所，但是风力太大，实在无法找。海丽，信号中断了。海丽和波斯提的处境都很危险，现在马上去救援。是，小娟。小娟，找到海丽所处的位置了吗？虽然信号不明显，但肯定是海丽。我把位置传送给你。好的。好，离这里不远。小娟，大家回答我，再怎么喊都没用。海丽。Polly。海丽，你稍等，我马上下去。太好了，得救了，波利来了。你没事吧？除了不能起飞之外。放心吧，我会把你带出去的。但是两个人能一起上去吗？当然能，相信我。我们得赶快上去，水马上就要涨上来了，抓紧我。好的，上去了。能行吗？波利，没事的。别担心，重新试一次。快上去了。波利，海丽，你还好吧？别担心我，你也还好吧？我没事，再用点力气，再试一次。加，Polly， 再加把劲儿。你们都没事吧？罗伊，得救了。你在哪儿？好
玩的东西。哦，上去了，上去了，嘿嘿嘿，哇，好好玩。怎么回事，布鲁诺？又没接触，今天有点奇怪呀。不好意思，我重新投一下。不过布鲁尼不在这里真好。布鲁尼不会出事吧？哥哥，你在哪儿？不能这样下去了。朋友们，我得回家一趟，你们几个继续玩球吧。布鲁诺，怎么突然说要回家了？这会儿功夫他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真不该把他自己扔在那里的。哥哥，担心的我都幻听了。哥哥，哥哥，布鲁尼，到底放哪儿去了？要是他知道球不见了，还不得跟我闹翻天？您好，这里是救援中心。小娟，出大事了。出什么事了，布鲁诺？紧急出动！紧急出动！布鲁尼被困在布鲁姆斯别墅的电梯里面了，请全体队员马上出动。是，小娟。全受个好歹可怎么办啊？别担心，肯定会平安出来的。布鲁尼，我们进去接你，别担心，稍等一会儿。快点，我好怕。安巴，你去把电梯设置成应急系统。好的。海莉，你去准备安全绳索，确保能爬上屋顶。好的。嘿，好了，波林。不过好像有东西把电梯卡住了，信号显示异常。是吗？我上去确认一下。波利，准备完毕。走吧，罗伊。好。海莉，在这儿。我们开始吧，罗伊。布鲁尼，哈利哥哥，没受伤吧？没。刚才肯定很害怕吧？不过你表现得很棒，我马上就带你出去。原来是因为这个呀，我们得马上上去。罗伊，现在可以拽上去了。好。布鲁尼，哥哥在下面看着你，你不用害怕。哈利。我们没事，很好，用力抓紧，我重新往上拉。布鲁尼吓了一跳吧？现在我们可以上去了。好。刚才要是我带他一起玩的话，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。不用担心，布鲁尼不会有事的。哥哥。布鲁尼。哥哥。吓死我了。这是什么？
哇，真不错，可我有点害怕。怕什么？这里多像海盗的藏宝基地啊。我不喜欢海盗基地，我要把这里装扮成漂亮的城堡。好，从现在开始，这里就是我们的秘密基地。秘密基地？还有这个天大的秘密一定不能告诉任何人，知道吗？来，发誓。发誓。宝贝，爸爸上班去了，过来亲亲爸爸。快点嘛，路上小心哟。好吧，那我去上班了。米妮，我能不能不喊这个呀？不行，喊着那个才像宝宝嘛。咕噜嘟嘟啊呼，哇哇，那就从这边开始吧。好像有人来了。波克，辛苦你们了。等他们走了再说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别的地方也开始动工吧。好的，波克，你继续拆除这边。你们在干什么？叔叔，快住手！陆迪，这儿很危险，你来这里干嘛？米妮和本妮还在里面呢。什么？米妮、本妮，你们在里面吗？你们快回答，不用再保密了。快帮帮我们！天哪！你好，这里是救援中心。啊，彼得先生，啊，您说什么？发生什么事了，小娟？各位，出大事了！本妮和米妮被困在彼得叔叔正在拆除的废旧房屋里面了。啊，知道了，我们马上就赶过去，加快速度。彼得先生，波利，快快！海莉，马上确认一下孩子们的位置。知道了。这里就交给我们，大家全部往后退。好，拜托你们了。找到了，不过房屋内的柱子倒塌，把通道堵住了。知道了，我们一边清理，一边往里走。你继续侦查情况。罗伊，看起来我们要从这一边打开一个入口，你能办到吗？我试试。好的，罗伊在这里撑着，我负责进去清理里面的通道。安巴，你要瞅准时机把孩子们带出来。没问题。好了。安巴，你快进去。孩子们，好，我们赶紧出去，要小心点儿。波利，房屋马上就要倒塌了，大家抓紧，快点，快点走。波利，快出来，马上。风车，你在哪儿？到底掉到哪里去了？我的风车，紧紧转转转，紧紧的转转转。本尼、陆迪，你这风车是哪里来的？这个是海莉哥哥借我玩的。你说实话，你明明是捡的我刚才丢掉的风车，对不对？不是，真的是海莉哥哥借给我的。别撒谎了，这明明就
就是我的。什么？我没撒谎。哼，那你把我的风车给我找回来看看。好，我一定给你找到。你别走，就在这里等着。竟然怀疑我，太过分了。到底丢到哪里了？走着瞧，我一定要找到。怎么回事？被缠住了，快放开啊！我就能相信你了，到底跑到哪里去了？哦，那是，这不是我的风车吗？原来本尼没有撒谎。救命啊！天哪，是本尼！你好，这里是救援中心。姐姐，大事不好了，本尼他……发生什么事情了？紧急情况！紧急情况！本尼挂在风力发电机上了，情况紧急，请全体队员马上出动。是，小军。先去侦查一下情况。知道了。必须马上让发电机停住，上面有控制风扇叶转动的驱动系统。好，我上去想办法控制住发电机。安巴，你准备好安全带以防万一。罗伊，你提前准备好救护梯。知道了。制动系统有异常，就是因为它手够不到啊！哎呀呀呀！再坚持一小会儿，海莉。好了。海莉，现在安全了。哎，没事了。很好，下面看我的。还好没出事。谢谢你们。不用客气。哇，好无聊。米妮，你不无聊吗？还行吧。跑到我这里来了，就是我的了，这可是我们说好的。好，那我回家了。等等我，米妮，你们为什么随便到我的地盘上来？那你让我们怎么回家呀？那是你们的事情，不能不守规则。
回家时可以不用遵守规则，这是我刚刚制定的新规则。我也赞成。什么都是你们说了算吗？站住，给我站住。让开，这一半的路是我的，让开。好，那这一半的道路是我的。那我怎么办？你和米妮一起用不就行了？闪开。凭什么？这里是我的地盘。让你不要过来的，你不要待着去。你们太过分了。好，那好。这里是我的道路，谁都不许过去。砍路。让开，快让开。怎么办呢？还能怎么办？快点打电话给救援队求助。你好，这里是救援中心。姐姐，出大事了，出大事了。紧急情况，紧急情况，泰坦在12号街丁字路口发生交通事故，请全体队员马上出动。是，小军。帮帮我，我动弹不了了。别担心，泰坦马上来救你，你们几个先到那边等着好吗？好。海莉，你去封锁周边道路，其他人负责救援泰坦。知道了。往下点，再往下一点。好了。准备好了，波林。好，开始吧，罗伊。罗伊，现在可以放下来了。好的。谢谢你们。不客气。泰坦，你最好去总部检修一下。本来就很忙，又碰上这种事，真的对不起。都怪我们为了些小事吵架。就是啊，朋友们，无论是道路、运动场或是秘密基地，都不能被某个人独自占有使用。没错，为了这种事吵架的结果，就是最后谁也无法正常使用。到最后一个朋友都没交到。帮我。是可怕的压路机。别走啊，快帮帮我。不行，我觉得你好吓人。我吓人吗？你刚才跟朋友发那么大的脾气，还说饶不了他们。啊，你是看到我们玩鬼抓人了吧？我可是装鬼大王哦。嘿嘿。坏蛋男一号。
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麦克斯，你呢？我叫瑞菩提。那你是怎么弄成这样子的？这个说来话长，我本来是要去港口办事的，路上发现有块样子很有趣的石头，于是就突然想起来白天跟朋友们玩的情景，就想试试自己能不能过去，结果就成这样了。你真是个好玩的家伙。是吗？总之能认识你很高兴，瑞菩提，请你帮帮我吧。哦，好的，稍等，我马上就把你拽出来。怎么一动也不动的？瑞菩提，麻烦你帮我叫一下救援队好吗？对了，救援队，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？我这就去打电话，别担心，在这里等着，我马上就回来。报警电话，报警电话，我得找个报警电话，报警电话，啊，找到了，剑齿蛛王麦克斯。欢迎派对的消息都通知完了。哦，那是什么？哎，瑞普提？哎呀！没事吧？哈利，出大事了！麦克斯他……好了，小娟啊，你们都回来了，准备的顺利吗？当然了。刚才我把欢迎的条幅都已经做好了。啊，海莉怎么还没回来呢？啊，海莉，快呀，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。各位，出大事了！出大事了！麦克斯出事故了，他被卡在云坡的岩石缝里了，现在需要帮忙。知道了，我们现在马上出发。没受伤吧？我没事，就是喘不上气。再坚持一会儿，马上就把你救出来。瑞菩提，你最好退到安全的地方。罗伊，你和我一起把上面的岩石抬起来。海莉和安巴，你们把底下的岩石拖走。知道了。怎么样？都准备好了吗？好，开始。一、二，你们俩用力了。各位坚持住啊！别担心，海莉，再用力拉一下。好的，加油。二，快出来吧。哇，太棒了！原来你们在这里啊。怎么了？我们打算去看虫宝宝，要不要一起去呢？想去是想去，但是如果都去了，总部就没人值班了。Polly 如果愿意留下来值班的话。好的，小娟，我就为了你牺牲一下好了，虽然我也很想去看看的。真的吗？谢谢你Polly。百乐阿姨，出什么事了吗？小娟，大事不好了，虫宝宝都不见了。虫宝宝都不见了。
要是不快点找到他们，他们会死掉的。现在能过来帮我们一起找找吗？我知道了，请稍微等一下。大家都听到了吧？现在请立刻出发去码头。是，小娟。伙伴们，等一下。什么事，波利？我要向你们坦白，我不能碰虫子，准确地说，我害怕虫子。果然被我猜对了。就算我去了，恐怕也帮不上什么忙，真的对不起大家了。瞧你说的，波利，怎么会帮不上忙呢？我们当中属你最会安排救援计划了。是啊，找虫子的事情就交给我们了，你只要吩咐我们怎么开展行动就好。可是那好吧，就按你们说的，我一定会尽力的。跑掉的虫宝宝一共是七条，对吗？现在肯定没跑远，还在码头呢。幸好还没有跑远，但问题是虫子太小了，我们的码头却有这么大。哦，海莉，用探测器可以查到虫宝宝的位置吗？没问题的。那这样好了，海莉负责找到虫宝宝的位置，其他的人负责用引导灯引出虫宝宝。你是想用虫宝宝驱光的原理啊？没错，虫宝宝被引出来以后就可以抓住他们了。这个主意不错。好的，那我来确定他们的位置。仓库附近有两只，码头那边也有两只，吊车三兄弟附近有一只，特里的车厢里还有一只。什么？问讯处附近有一只，一共七只，全都找到了。干得好，海莉。大家用这个灯引出虫宝宝，然后用镊子小心地抓吧。坎普和百乐阿姨也来帮帮忙吧。好的，大家分头行动吧。帮忙吧。应该行得通吧。任务完成。哇，百乐阿姨好厉害哦。快点啊！好了，吓死我了！快点出来吧，求你了！不知道大家顺不顺利？狐狸啊，都找到了吗？没有，还差一只没有抓到。信号显示就在这附近的。找到了。托利，你头上有一只虫宝宝。什么？在我头上吗？托利，我来帮你抓，你先别动。等一下，罗伊，让我试试吧。你好，对不起。成功，成功了。你真棒啊，波利！可是真的好奇怪。怎么了？为什么我们提出要照顾斯普奇，他却不愿意，反而让我们快点回家呢？这个……你们都快回去吧，真的不用。今天能来看我，我就已经很开心了。也许是怕我们担心，故意这么说的吧。斯普奇太客气了，要知道生病的时候自己一个人会很凄凉的。既然我们这么不放心他，要不然我们再回去看看他吧。就是啊，快走吧。加油啊，斯普奇！人见人爱，斯普奇。斯普奇好起来，我们爱你。
斯普，请加油啊！斯普，请加油啊！哦，骗子，这哪里像是生病了？我们居然被骗了！这位乔曼斯普奇，真没想到装病的感觉会这么的好哦！斯普奇，怎么回来了？我们可以进去吗？哦，进来吧。你瞧瞧，他看起来病得还不轻呢。好像更严重了。可怜的斯普奇，我们实在是放心不下你，所以刚才已经去拜托安巴，请他送你去医院了。什么？安巴应该快来了吧？我出去看一下。这下糟糕了，可怎么办呢？波斯提，我好像已经好多了呀，浑身轻松多了。别担心，斯普奇，医院没有你想的那么可怕。难道说你该不会是在装病吧？没有，我病了，很不舒服。安巴，快来吧，快送他去医院吧。我不去，我不去医院。站住！看你往哪跑，斯普奇。还是跟安巴去医院吧。不，不要，我不去。你想跑？我不要去什么医院。居然敢骗我们！救命啊！出什么事了？救命啊！快救救我！这是什么？去看看情况如何。知道了。安巴，等一会儿到达了现场，尽快找到消防栓的阀门，把它关掉。我和罗伊负责救斯普奇。没问题，抓紧时间。谢谢你们了。对不起，斯普奇，没想到事情会这样。没关系，其实都怪我装病才会这样的。当我看到大家都去关心克里尼，就好羡慕他呀。什么？你就为了这个装病吗？斯普奇，就算你不装病，我们也会一直关心你的。对不起。